我们现在人在巴黎廖天帝庙，这是我们第一站。我们今天目标是完成北高360的一半距离，刚用好车，准备出发 ，Go Go！ 我们现在从巴黎刚出发，目前早上时间5点，然后今天天气还蛮好的，已经下很多天雨，但是今天好天气，太棒了。先这样一路搭到新竹三千步吧。现在已经大概30公里，我满脸应该都是沙子，刚那一段超多水花的。我们已经到竹北了。第一站戴天府，也欢迎大家在戴天府的地方上车，跟我们一起继续挑战。我们刚从戴天府出发，到现在已经86公里，大概过了23公里左右。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在白沙屯拱天宫，距离刚还有41公里，所以现在大概剩下20公里。现在在竹南，超多风车，但这一段风好大。在后龙桥上，这也就是传说中车友讲的后龙坡，看得到才不玩。而且这边风太大，好累啊！终于到了白沙屯，好远哦！这一段风大到不行，只有40公里，骑得比前面60公里还慢，风真的太大了。我们等下去白沙屯奉天宫的 Seven 休息一下。终于到了，可以休息了。我们补给完毕，补充了一下运动饮料跟水。现在下一站，我们准备出发去大甲车站，就是大甲镇南宫那边。然后大概还有30几公里，到那边大概吃个午餐，然后就准备回台北。今天的里程大概就先抓一半左右，大概是130-140公里吧，先到台中就好，大甲见。我已经到大甲了，火焰山就在旁边，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，大甲镇南宫。镇南宫到了，终点到了，大甲镇南宫。我们今天骑了132公里，7天7夜，大概是4小时54分。然后今天主要就是来探看一下这个路线。然后其实130在台北绕也差不多这样，但没想到可以从台北直接骑到台中。错，我们要去大甲镇南宫吃饭。好了，今天片到这边结束了。OK， 你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呢，就是我们上次去从台北骑到台中大甲的影片啦。但是因为骑乘后真的发现那个逆风有点太大，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挑战会改成从高雄回来的逆行北高360，时间就会在下周二早上凌晨4点出发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也可以锁定我的粉丝页，我们有各站的上车时间，期待你跟我一起骑乘，让我挑战成功，这是北高360的挑战吧。我是你的教练杨德瑞，今天分享结束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